越来越少。对，但是要怪 Facebook 不是，就是要把我很多即将快要已经断线的时候，我都一直在想办法。那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很幸运，就是能够走上音乐这条路，然后也借由音乐这条路又把以前的朋友又找到，然后又继续相知下去。对啊，我觉得来到这边好像就又发挥那个能量，把一些朋友又发挥，然后给我们弹吉他，不管彼此认不认识，就是我认识你，然后我认识他，然后这样，然后让我们就变成认识，很珍惜这样子的机会。那希望我们下一次还有这样的机会，能够再下来再发表我们的作品。对，那最后一首歌呢？这首曲子，我们是写给这一片岛屿的，他们的作品，曲名叫做《盖头》。在这首歌里面，我们也设计了一个四句曲子，然后希望是能够大家唱起来，参与我们这首歌曲。那这个旋律很简单，接下来就是麻烦谢文教大家都唱这首曲子。都是比较感的。你是公民体验，我也不用吉他过音。那大家听好了，第一句是。Thank you.